杨子王俊凯深夜唱 K， 王俊凯方回应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。11月26日，杨子和王俊凯被拍到深夜现身一家 KTV， 两人当天凌晨3点从这家 KTV 出来，王俊凯蹦蹦哒哒的出来以后还和杨子亲密的告别，众人看到以后纷纷猜测这对姐弟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。消息曝光以后，有媒体联系到了王俊凯方面的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回复两人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，希望大家不要多加揣测。杨子和王俊凯两人早在之前就已经相识，他们一起录制了《高能少年团》这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二人的互动就很多。今年暑假期间，两人又一起录制了《中餐厅》，因为年龄相近的关系，他们二人的共同话题也很多。杨子本身也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和王俊凯相处起来也很轻松，在节目中二人的关系确实是挺不错的。